真係有輪迴的。先問呢啖冇噶咯喎。殺得人多，跟住啲頭盔做咩啊？捱得幾耐嘅啫喎。誒，嗰個白虎咁耐都未嚟嘅。嗱，殺完又俾人食，即刻投，再投胎，一出世又慢慢食，又再俾人食，殺咗幾多個人就做翻。係天意嚟嘅。時辰就到，所有人離開刑台。大人，大人。呢場食完嘅大人，大人，啲將死你冇俾我死啊！我話你都死啫嘛，有咩飽死好唔好？求下你，大人，唔好喺度再胡混，拉曬佢出去！大人，求你唔好啦，大人，冇人跟你拉，大人，真係無辜㗎，佢真係無辜㗎，你立曬無辜，大人，求下你，冤枉啊！自信都。文精明，大胆刁民，扰乱刑场，再唔放开刽子手，就全部立斩。放手！你哋唔好理我啊，走啦！冇啊，大人真系冤枉噶，唔好斩佢啊！放咗周文斌，此案重审，将周文斌押返衙门。系大人，本官发现此案有新嘅疑点，我为咗唔想滥杀无辜，所以要将此案重新整理。唐伯虎，你话有证据证明周文斌系无罪嘅，到底有咩证据？你快啲提出嚟。大人，唐伯虎今次姓名担保，周文斌系清白嘅。而家我就立刻證明我係所言非虛。我做咩啊？大人，剛才我已經證明咗周文斌冇可能係兇手。點解啊？因為尋晚我哋見過綠藝會館嘅弟子，亦即係本案嘅唯一重要證人余孝兒。之後我哋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疑點。老闆，啊，火要半分茅台。你半老闆咩話？你唔好耍佢啦。佢要半斤茅台啊！半斤茅台啊嘛！大人请注意，余孝义面上嘅伤痕系响左边。冇错，余孝义俾人打甩嘅，亦都系左边嘅牙嚟嘅。为咗进一步证实我系所言非虚，我恳请大人准我将当日案发嘅经过重演一次。好，欧大人，我就扮演嗰个谋财害命、杀人放火嘅凶手，我就系无辜被打甩牙嘅余孝义啦。好啦，開始啦。當日余孝義經過綠藝會館，見到書房火燭，於是佢想埋去睇下。突然間，佢發覺身後有一個人影閃過，佢回身一望，個兇手就一拳，停！余孝義就咁就暈咗。大人，若然兇手正面向受害人襲擊，而受害人嘅左邊面受傷，咁個兇徒究竟係用左手啊，定係用右手呢？有手啦！答得好，大家请留意欧大人。欧大人，刚才晚生一时情急，喺大人面上示范咗一次，对唔住。本人亦都系一个血气方刚、身强体健嘅年青人，但系刚才我用尽力打向欧大人块面，都只系打瘀咗，而冇打甩佢棚牙噃。周文斌嘅右手系废咗嘅，试问佢又点能够打到余孝义嘅左边面伤咗，同埋打甩咗佢棚牙呢？欧大人，净系呢一点就可以证明周文斌唔系凶手啦。冇错，放火杀人嘅一定系另有其人。请欧大人明察秋毫，请欧大人尽快揾出真凶，替周文斌还呢个清白。好，为咗唔想滥杀无辜，
本官就将周文斌扣押监牢，本官将此案交由刑部为周文斌翻案推堂。真系估唔到刑部今次咁快可以帮文斌翻咗案，仲即刻判佢冇罪添。一场误会嚟啫，有冇人刻意要加害佢？证实佢系无辜嘅，当然要立即放人。哎哎，减肥啦，老竹你，你两个碌口都咁论尽。啲碌友话捋捋好难拎噶，唔信你试下，你试下。你仲好讲，叫你买碌友叶帮阿周文斌洗走啲衰气，你又买两个碌友翻嚟。哇，行匀成个市集，一块碌友叶都揾唔到啊，净揾到两个碌友。碌友咪仲好，食完啲肉攞啲皮嚟洗身，洗完身就整埋虾子油皮，几好啊，物尽其用啊。一有三尾行啦。唐公子，你哋系咪嚟接周文斌出监噶？系啊，大人喺一个时辰之前已经下令放人，佢已经走咗好耐咯。老范晒，周文斌，周文斌，周文斌，冇人喎，冇理由噶喎，我周围问过晒人噶啦，周文斌系喺度住噶。咦，睇下，呢啲咪周文斌着过嘅波斯衫？啱烧完，仲暖暖地。咁讲法即系翻嚟冇耐嘅啫。但系未到7月14日，佢烧嚟做咩咧？弊咩事啫？佢可能烧定啲衫落去下低俾自己着啊！你乱讲啲咩啊？以前住喺我隔篱屋有个寡妇，佢喺投河自尽之前，又系咁样烧晒自己啲衫啊！点会咧？我哋咁辛苦，只帮佢洗脱咗罪名，佢又点会自尽？系咯，你铺话法，知唔知咩叫做生无可恋啊？第一，报唔到周家嘅仇；第二，而家连只手都断埋；第三，系边个将佢喺鬼门关度掹翻出嚟噶？系你啊，亦即系佢嘅仇人啊！你叫佢点样面对啊？如果我系佢，我都死咗佢啦。听落老竹都有道理嘅，佢份人狂妄自大，一时谂唔通咯，咪自尽咯？唔会啩？阿弥陀佛！呢位大师，你嚟揾周文斌噶？老衲无为。系你同周施主嘅道别，几位施主系在下祝枝山，在下文精明，在下唐伯虎。唐伯虎，唐公子，莫非你系唐禹嘅后人？系啊，你识我阿爷噶？善哉善哉，今日得遇唐公子你，老衲多年嚟嘅罪孽，卒之可以有个了断。阿爷，原来周唐两家世代仇恨，只系一场误会。可笑嘅系，我哋三代以嚟一直念念不忘，此次复仇，老天爷呢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。往者不间，来者可追。我已经将以前嘅嘢一把火烧晒，由今日开始。我要重新做人。唔该，烧埋佢啊！无为大师已经将一切讲晒俾我听，所有恩恩怨怨、前因后果，简直峰回路转，写晒喺呢度，烧埋俾你祖先。多谢你，阿弥，多谢你哋救翻我。系我哋冤枉你在先嘅，我哋只不过系将功赎罪啫。好。咁我哋以后就前事不计，后事免提。唔好，所有往事就有如此止，一笔勾销，仲要灰飞烟灭。各位 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吴子墨，我系张景顺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